那个女人都是零零年的时候才出现的。你们怎么会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？又碰到这么诡异的事情啊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就记得六月初有一天，一兵突然间跟我说，凌晨要去北部山脉拍点东西，然后他就带着我过来了。 在这儿还有公交车呢。在这附近，我也只看到这一班公交车。队长，阿水很有可能就是乘坐这班车来的。咱们就在前面停吧，得走进去。 怎么找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啊？随机遇到的吗？这也太巧合了吧！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一兵没跟我说过，他都是直接带我来的，然后每个星期三一大早过来拍。我们每次就把机器架在这儿。你们可真行，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到这儿来拍。 那地方就是阿水每次下水的位置。哎，快，开始！哦，对面，录到了，录到了。这么大清早的，阿水跑来这里游泳，他不冷吗？一冰对外宣称他是在水下跟人做爱。啊？反正一冰是这么跟我说的。怎么做爱呢？水里好像是有人，但是又看不清楚。反正说的挺玄乎的，我也不知道该信还是该不信。你这说的也太不可能了吧？